讲师好。小可代志，就拢想袂开，因为做事，咱的前提安做事，有当时啊，嘛会唔对，所以咱爱看开啊，所以袂使讲一句话讲了无好听，啊，就是上家己迄句话来讲，那么若安尼呢，咱的心情就留下。啊，第二点就是讲。处事爱有果决，爱公义，下决心必定坚定不移。咱来这个世间讲起拢几十年啊，实在讲的足济，嘛搁大家嘛袂遮久啊，亲像我啊。阮一个查某囝，甲阮个四阿老生讲，爸爸妈妈拢遮岁啦，行咱做伙也无几冬啊，啊你伫厝里一定爱较注意个，较照顾个，迄个姊妹，我听你嘛足感心个啦，实在就是安尼啊，阮小妹生两个拢查某囝。伊嘛是拢大家安尼互相勉励，因为毋是查甫甲伊嘛，即个时代哪亲像查甫甲伊个查甫个？我个感觉啦，我看着查甫甲伊个查甫个，查甫较有发脾气，所以咱爱家己要体会咧，家己要体会，所以呢，为了未来各位。为了要留好名，互咱个家族，互咱个军队，咱一定爱较注意，毋通受着环境个影响，啊，倒来即倒来无法度人坚持个。第三点就是讲，爱多才多艺，人拢有个啊。传咱道中，要做上下礼，要讲三宝，要通茶。要尊民部，要搁宽待前贤，要生存，要讲道义，要讲经典，咱一定爱行行拢啊精通，咱无欠啥物款人，咱就有法度人来代替，所以修道的生活嘛是痛苦的一面啊，咱呢，若要我多人落刀，生活嘛，到底感觉足无枯燥无味，比科学家较痛苦。咱感觉了解科学家，科学家是伫迄个实验室内面关咧，拢是拢几年才出来。咱来了解，未使无去甲了解遐物件，慢慢啊，带人改变咱的生活，改变咱心情。修行的一片，安尼咱才能落道。过来讲第七节，贵是受民主天为必赞。贵是受民主天为必赞。这个叫做必啊，必啊叫做必必必的。民主天万，民主天万，先为我殊言，先为我殊言。如有受我者，如有受我者，即我必在问相矣。即我必在问相矣。即个贵时要请民主天去做即、这个必得的一个
那像这个所在馆长是啥？那么民主天就甲讲啊，你转去吼，甲我死，若过来啊，若过来呢，我就要走，袂吼，要来闽水啊，因为闽水啊，哦，是鲁国交接国遐一个境界地，咱若走去遐呢，走境界第一个线啊，人就无啥物人，都毋敢去甲请。因为民主天呢，伫孔子的弟子内面，三分弟子内面，排伫后，哦，排伫哦后分啊，排伫德行，哦，排伫德行。德行含应甲民主天，占比又重要，所以三千弟子德行排第二个，哦，所以民主天呢，诶修养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所以民主天就甲讲，唔通过来抢哦，吼、哦，咱来了解，吼、哦，当今世间修行重要，唔是趁钱，唔是官位重要，吼、哦，咱来到遮，唔是修求道、学道，唔是三两担，咱来好好去甲体会，吼、哦，一担一担得来足紧，迄是才过年尔，你甲看，哦，正月过了是。变到就是个，哦，你啊，季节一季节来生，清明来五月节来到七月半来到八月，哦，得过足紧，哦，所以就讲的，民主天，既地主民主天显出富贵，由此可见伊的贤德，民主天对富贵这两项伊拢袂去个重视。甚至呢，咱伫遮能看出了伊个德行，哦，是毋？民主天伊孝廉程度，哦，民主天这個人伊有孝甲廉洁为程度，为天人所敬重，上天嘛足疼伊个，在哦兄弟姊妹间敬众生嘛足尊敬，哦，因此呢，贵公子。上少用伊的宗教名望来收揽伊，哦，收揽伊黄土，哦，黄土必一的人心。这个民主天，这也叫哦，贵公子呢，上少用了民主天，哦，的这个声宗教的这个声望，哦，来伫这个所在，来是必一的所在。迄个民心，使我迄个民心会当归服了民主天，使我迄个民心会当返本返源。然民主天是孔子孔文中的故事，毋过即个民主天呢，是孔文三千弟子内面的一个哦高级的一个修行人，其学性甲修养依然在基础，伊啊。学行甲伊个修养，哦，伊学问甲伊个修养，带伫民主天的后边了。去天上任宽心贵事之下，伊太爱去哦，爱去宽心哦，贵事业内面遐做官呢，可见民主有是富贵如富贵的格局。可见咱当了解民主天呢，伊会当看到这富贵。那是就爱部分俩，诶，高贵的志向，同时这也是明德保身的上策。同时这个时阵，嘛是这个明德保身的这个哦上策哦，足够的这个理解哦，因为伊哦不以甘心之下任任事，因为伊哦袂带这个甘心的这个。哦，诶，文下来出事做代志，忠贞公正足以立合。哦，因为呢，将忠贞高正的人，哦，来带这个不义的奸臣的中间来任事，容易惹出祸端出来。哦，软弱温顺必然受辱。哦，因为民主天以软弱。个温顺必然会受到迄个侮辱，透
创维有使用园林啊，扶贫如处先见之明。假使一个若无使用的人呢，才有法度哦，通解释呢哦，这袂啊很简单，所以咱要了解哦。真正有需要的人，伊就不一定讲会出事去做官。过来第八节，病由忧疾，病由忧疾，助文治，助文治，助忧疾之首，助忧疾之首，或无疾，无疾，病以服，病以服，疏人也，疏人也，以忧疏疾也，以忧疏疾也，疏人也，疏人也，以忧疏疾也。日有书籍呀，这讲病友，我那伫空性里面来跟三千弟子，伊得行前途。那么以前早，哦，比眼眼在先走，比眼眼在先走。所以伊在破病时阵，哦，孔子就甲去甲问，去甲看，这个牛甲做牛啊牛，病牛牛。主右足之首，伫个窗仔门遐，去甲牵个手。因为因将兵营因内面个人，毋敢互孔子直接就伫个房间甲看，安尼恐惊失礼，所以就甲下来伫迄个，甲塞来伫个窗仔门边。啊，孔子伫个窗仔门边，伸对窗仔门入去甲望伊个手。因为孔子呢，孔老子呢，伊不是讲学问高，伊含伊腰内面面脉拢足高，所以呢，甲伸手去甲扎伊脉，知影讲伊呢，伊脉已经特别有效去啊，所以伊才发出讲无事，讲应该是无事个代志啊，命如无非是命。输钱了，只有输钱了。遮尔咱报的人，也无法度通得到这个无义的病。输钱了，只有输钱了。哦，这是孔子深深的感叹，深深的感叹。看到伊的这番呢，伊拢流目屎。哦，家己姊妹足济这个情形，咱的朋友，咱的道亲。那拄好伫个临亡临死临走的时阵，咱若去看，然后咱拢伤足般的伤心，目屎拢会哭哭流，这是常识的个代志啊。咱若拄着，咱就会知，哦，咱若拄着，咱就会知，咱拢会心肝遐咧想，这个人功德做遮济，度人度遮济，啊，遮敖，哦，遮敖宣传道理嘛遮济。啊！真早就要走，真早就要走，足唔甘的，唔过我都无无，哦，这个鬼嘛是命，哦，兄弟姊妹，咱来了解，鬼嘛是命，所以有时啊，咱来看鬼的，哦，莫伤心过度去。我这朋友一个道亲，王道明先生，伊德性修养相当好，哦。六十八岁就走，哦，伊要走，就去甲看，真正目屎哭流，真难要出一个好人足少，哦，所以咱即种，咱去拄着即个情形啊，所以咱来道亲，咧艰苦，咧无爽快，咱就去甲看，去甲慰问，去甲安慰，啊，去甲斗找医生。即卖医生领来也有去甲斗吹，哦，啊去甲安慰，然后真正一个烦恼嘞，啊、哦，所以安尼呢，也对道亲有交代，嘛对咱的朋友的友情，哦，会得过，啊、哦，所以咱的姊妹，咱的蛮亲近去体会，即种就是记载了孔子探望啊弟子的一边。足意足见书生，吼、哦、书生甲个情义独好，看到一章了后，吼、
咱来了解。孔圣人去探问了伊弟子的这艰苦，哦，所以伊才会发现着了哦，书生的情谊的这道行，哦，伊对我讲，书人呀，有书记啊，讲两遍，书人呀，有书记啊，哦，咱听着这两句话，咱也深深的去啊体会，人生究竟有来都有去。来欢喜，去嘛足伤心啊！哦，要来无讲半句话来，要转去嘛无讲半句话转去，咱会感觉足艰苦啊！所以呢，伫遮，咱一定要珍惜友情，珍惜这个道情。有小可安怎哦？就咱较侪亲人来甲访问，来甲拜访，来甲安慰，安尼。这场的修行，这场的朋友，这场的道亲，才有价值啊！所以啊，人通常拢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讲认为有德者必有福啊。所谓恶心都恶报，咱大家拢是安尼，拢安尼想讲的。伊修行这么久啊，度这多人。行这多功德，这多德，应该做这功德啦。哦，有德一定来会福。啊，但是上天要该甲你叫得朋友的。哦，咱来了解，咱来体会。所谓好心好报，大家拢安尼想。哦，但这其实只是一句话，勉励啦，为善的话啦。是上德缘甲福报。之间是没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咱讲一句话呢，是一句勉励人的话，好心有好报，一句勉励人的话。其实呢，德行甲福报之间是无密切的关系啊，唔是德行做足济，你一定福报做济。那安尼孔夫子就遐早就开讲呢，释迦牟尼佛就遐早开讲，甘露寺嘛遐早开讲。哦，所以咱点个了解，所以呢，后日若轮到咱的时阵，咱就来欢喜来，啊欢欢喜喜走，哦，唔通过分的伤心，予咱道亲可能足艰苦，哦，所以咱修德并不能也不该只有祈求福报的动机，咱今仔日在修行在学道，慢讲要祈求了。有福报哦，的这个动机，咱之所以为善，应当只因为伊是对的。咱今仔日在修行学道，咱不是要得到福报，咱是要求讲，咱一做应该安尼做，应该安尼做，唔通来吃，空空来，空空去。因为听孔子甲人讲一句话：“雕文得学术可以。”哦，所以咱一定要慢慢仔去甲体会。所以做就做啦。哦，咱就是讲安尼对，无求求福报的动机，安尼就来做。哦，以便不闻怎样做，有啥报酬，拢唔想讲哦。我先讲现遮济嘴。后日看下我安怎啊，拄安怎啊，袂，莫想啊济，莫想啊济，一定要报仇啊、哦！一定要讲报仇，即为所当为啊！树、哦、当下的心安，那么不是讲，那么讲就按照报仇，咱也是咪讲，我咧应该做就较做啦，哦，那唔想安尼，互咱的当下心的安得。那便是欢欣一生啊！咱爱啊，回到转来啊，从咱的心啊，爱心心流露出来，不假欢求，会最好啊，最好的修报。咱唔通求讲哦，我做偌济，上天就会报答我偌济，那么就款想法。这是我们在修德时啊，在修德时所必须具备的心态。这就是讲，咱修德的时阵，必须具备的心态，
人天公地德，特别五马上天人不比。那么，当然先天啊，常常也是有相对。当然，咱有做上天有当时啊，有哪会甲咱报互咱？莫免伊，甚至也可以说善有善报啊。咱嘛当来自我安慰，讲善有善报啊，是人生中比较正常的状况啊。这是咱人生中比较正常的状况，但却也当知疾病啊，绝无例外的定律。但是咱呐一定爱知影讲，唔是的确安尼，唔是的确安尼，哦，所以时间很多来了解作者，病同的德行之所以有德行，并不可有善报，并不可有善报。咱来了解德行，哦，咱来了解德行之所以有德行，并唔是靠迄个善报，但做只个。就是你后日有各位，搁善报，各位都无去啊。然后达成了，有时咱更可以在合理的天数应验的境界以下，体悟到一个本质啊，本质所有无常的命啦。所以咱呢，啊，咱爱在合理的啊天数应验的境界之外。体悟了本质啊，无无常的命。咱伫咱修行过程中学道合理啊，咱应该去甲体会哦，应该去甲体会。是境界以外，咱体会到哦，一个本质都属于无常的命哦，因为这个命就是无常哦，咱来体会。人讲哦。生，阳是要生，阳是要走，这人用走就该定，有一个定数。而必然是有七，哦，便是这个无常的命案的五然因缘，哦，这个必然会有病，便是这个无常的命案五然的因缘。那必然都有啊，咱太会，伊做啊济功德得济。哦，伊都会啊，咱来买咧。哦，所有人是安尼问观察，认真来拍拼，认真来做，这个较重要啊。有时空住清清明灭，啊，明了得不好，不必然相关的名含之个。空住呢，哦，以清清了解得较好，不必然哦相关的名含之。空性的了解，了解德甲福无相像，哦哦，这内面无伫命含之意内面啊，而不生出啊、哦、对天命之怀疑，伊嘛未拄着安尼来对这天命的怀疑，咱若拄着，咱有哪能对到甲天命的怀疑？我做啊济上天拢无下，无给我机会，我来今仔就安尼。咱绝对有这款，袂使有这款心。万望旦夕结婚，哦，奋奋进，安尼呢来引起咱的万望，也来发脾气，来万望。而只是如实地说，这是好的钱，啊、哦，好人，竟然也会这样的病，咱就来了解，啊，这款这好人，哦，这款，啊、哦。拄到这种病，哦，没有什么特殊原因，无什么特殊原因，这无非就是命，啊、哦，就是我人来，这无非就是命，啊、哦，人讲未先注生，就先注死啊，啊、哦，所以咱来了解，注生就一百，死人来讲，病由一疾一疾命天天，福处辅助的痛感的。接比如呢，这个破病，命就走啊，命就每天啊。过来呢，后壁就干咧，辅助辅助痛干咧，辅助看到干咧，胃空气也搁较上旬，也搁较上旬。事先应变难相见，
这若空气，就无法度上天啊。圣贤上位在地天，圣贤呢，你过来受苦，就等下一天。当得为天为义的，但这个敌人，可是个人的圣贤无设想，所以命啊无设想，不是大家命拢设想，不是咱得去修。啊，咱的命特别广阔，来了解，属人属己了解了，了解了，你艰苦，宝贝，目的。